说给我。昨天在路灯下看的不够仔细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一位专业的骨科医生进行诊断。这个手比衣服重要。骨科主任专家号，顾医生，你这是排了很久的队才排上的吧？这不是我排的，是小杜，他下夜班之后帮你排的。那也是你安排的呀，不然小杜医生怎么知道我手有问题啊？行了，知道你做好事不留名。胡医生，谢了。